彰化县长王惠美关心县及子弟兵11日前往嘉义金钟营区探视第172梯次军事训练役男共244人，受到营区长官及受训役男们的热烈欢迎。王县长致赠加菜金并勉励役男们，凡事都要往积极的方向去思考，快乐过每一天。退役后可利用县府开办的各项补助计划，申请奖励补助圆梦，或是参加大型就业博览会，找寻合适的工作。祝福大家快乐当兵，平安退伍。公益频道林义俊嘉义采访报道。